新闻继续来关心的是，嘉义市议会的议长小秀丽提出国民党以无党籍来参选的嘉义市长，引发着反拿分裂的阴谋。而过去刚换上国民党籍的副议长郭明斌，伊为着要来挺小秀丽，伫咧顶个月是向国民党嘉义市党部来递交着放弃国民党提名的申请，宣布将以无党籍来投入着机关选举。郭明斌的做法被外界形容是开第一枪。而郭明斌伫咧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嘛，后续可能够其他议员嘛会同款的做法。在三月份才登记争取国民党提名竞选连任的嘉义市副议长郭明斌，十七号正式已经向嘉义市党部申请放弃提名，强调伫咧今年年底的议员选举，伊将无要搁再以国民党籍，而是选择以无党籍的身份来参选。外界传闻，伊是为着伫天台党参选嘉义市长的议长萧淑丽。郭明斌坦言，萧淑丽确实是伊心目中上届适合的嘉义市长人选。党意不能高于民意，鱼跟熊掌不能兼得。萧淑丽议长在民国1985年，我的实在到这阵，我对他的为人处事以及伊的才华甲才能，我拢非常欣赏。我嘛希望讲咱嘉义市以后嘛是要有一个具备的才华、智慧，以及会当领导嘉义市的一个市长来建设咱大嘉义市。卖讲纯金嘛，那咱嘉义市长，咱全国的民调七遍。拢是上尾名，这对咱家己这个市民嘛是有所的伤害啦，吼。有30多当党龄的资深国民党员选择做出以无党籍参选议员的决定。郭明斌讲，家己两天已经接到500多通的关切电话。伫咧这段时间，已经一届拢含国民党嘉义市党部来沟通讨论。面对可能会受到党纪处分，郭明斌强调，伊一切拢会尊重党部的决定。以前的时阵，党部注意到含我讨论过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即马要讲就是讲，我支持他已经不变了。如果讲党部要安怎处罚，我都欣然接受，因为这是毕竟我家己的选择嘛。但是我嘛未使和国民党内面的好朋友派做人，应该你们怎么做就怎么做。譬如讲要安怎处罚，要安怎就是要甲退党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嘉义市长选战，伫咧原本属于国民党籍的议长萧淑丽选择退党参选之后，含民进党提名的涂新泰，佮有国民党提名的吴敏辉，形成三骹都的政局。现在担任副议长的郭明斌，以30多当国民党资深党员的身份放弃党部提名，选择以无党籍身份来投入议员选举，甚至暗示家己恐惊毋是唯一一个选择安尼做的国民党议员，后续效应将会如何来牵动着市长选战嘛？关注最新新闻，王秀山、嘉义市采访报道。